青蛙老师讲故事。各位大小朋友，你们好。今天青蛙老师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无字书，书名为《南方》。这是帕特里克·麦克唐奈德著作。这本书里没有任何的文字，让我们一起静静地来看这一本无字书《南方》，来感受这故事的内容吧。这是一场爱心之旅，一场友谊之旅，也是一场归家之旅。迷路的时候，请你牵着我的手，带我找到那条通往温暖的路。各位大小朋友，看了这本无字书《南方》，你们的想法又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说说你们的想法，让青蛙老师知道。
好吗？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